人与人之间，人与家人之间，实在讲的就是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来到这些人干，认识这么多人，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就是干的讨债还债。过去他欠我的，我还没有把他忘掉，我要他还我，或者是我欠他的，我还没有还清楚。六道轮回就干这讨债还债，所以我搞清楚了，这有什么呢？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知道是虚妄的，统统放下。你想升天就升天，你想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近了。如愿以偿。你要是有稍微怀疑就好了。疑心是妄念，没有疑惑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真心。真心管用，真心是万灵丹。真心无论什么灾难现前，心里如如不动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象，你就跟他走了。所以灾难也没有了，可以说灾难身体的念头，善恶两个念头。善是福报，恶是灾难。从哪里来的？念头生出来。如果有人掌握，那是假的，没这回事，是你自己起心动念。所以什么都不能怪人，回头把自己想好管好，这就对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看人，看外面东西，耳听心声，这天就有反应。什么反应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就完了，也先进去了。这是错误的。要听到什么？见色闻声嗅香肠胃，六根接触六尘，思想是意，意眼耳鼻舌身意，起什么念头了？阿弥陀佛，眼见色阿弥陀佛，耳闻声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能主宰你自己的往生。你不往生，留下了行菩萨道，帮助别人，功德无量。你要往生，随时可以。没有灾难也能往生。佛经上讲有这个理论方法，还有许多人依教奉行，他就做到。留在世间是给世间人做榜样，那就是行菩萨道，觉得可以了，可以做了，就表演一道给大家看看。学佛的人心定下来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恩怨，没有喜怒哀乐，通通把它化解掉，一句佛号就可以做到。经很难，你不容易做到。其他的法门原理是对的，你做不到。像禅宗，禅宗里打坐完全用真心，用真心就对了，用真心自己就能做主。但是你没有真心，你里头还有妄念。参禅有一个妄念就把你功夫破坏掉，所以到最后就这一句佛号，这是跟阿弥陀佛结合在一起。
什么问题都能解。我们做好样子，让大家看，信的人更多。这就是弘法利生，自利利他，全都做到了。报声，同声经。